八爪鱼面条。老妹儿，给我加点料。嗓子都坏了，不要吃辣了。再吃一次，来，不吃不给红心呢。加，没事，我能撑得住。大家铁子，来，够不够辣？三姐都那么拼了，给三姐一个红心吧。铁子们，今天整了两只巨无霸，哇，两只大萌萌，手感超级赞，个头也很大。咱来腌制一下，加点麻油，辣椒面，少放点辣油，咱尝尝味儿。好嘞，就搂个大的。咱家铁子想吃的，给我戳一个小红心。快！六个小爆头，能否给我六个小红心？看看，一起爆俩。一个爱心大虾，如果我能吸得成功，你们就给我一个小爱心。低于两斤的我都不吸的。虾，虾线，虾脑。搂起来，来个大鸡排。老公，下次能不能给我整个蒸的？这个视频双击过30，就给你整个蒸的。我去，10斤的。南阳宝宝，给我红心扣过30。再次挑战一口焖，焖得下你们就赏我一个双击，焖不下我红心我也就不要了，天天要。真心不要啪啪打脸。3颗夜明珠啊，晶莹剔透。此视频已开光，践踏双击者2019必发发发，顺顺顺。一口一个。Come on, baby, let's go！ 口速大比拼，看看我撸的够不够快啊！这样吃才过瘾。鲍鱼，咱就要吃半斤一只的。哇，看看，哇，看看个头大不大？老公说半斤以上了才够美味儿。这个是内脏，内脏千万不要吃啊。吃海螺必须来1斤1个的，这是只超大只海螺，加点秘制辣油。不咋的，干要把它挤了。是谁给我留言，让我牙开海胆？
跟你讲，这个可扎嘴了。他说会有200个商机，如果没有，这就是最后一次了，再也不听你们了。啊，打开了，200个双击给我一个，回头我还可以蒸个蛋。怎么可能有洞呢？飞吧！最近瘦了，补一补。老弟，给我加点料，是不是亲生的？再上点红油。来上一口，精神倍爽。我感觉喜欢吃海鲜，给我来上三只。开锅喽！我去，来爆个头。有点烫，啊操，太烫了，来点红油，不加红油没有红心，来加红油，能不能给我个红心？哇塞，满满的都是墨汁，啊，人家爆头，我这是斩首，太狼狈了。收啦，老铁，看看，哇，全村最大的一只帝王蟹，给我爸爸来个蟹腿，捡上个蟹腿肉。小时候我爸爸也是这样子给我捡蟹腿吃，今天终于轮到我给他剪蟹腿了，太烫了！哇塞，看看这个大肉，爸爸你吃。我不吃，你吃吧。你吃一样，要你吃，你吃的吃的，慢吃慢咽。我吃这个，我也有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喜欢渔民生活的给我们留下个双击，感谢你们的支持。天天说我老公抠，你们看看今天可硬了，来大龙虾一只，哇快，十斤的帝王蟹一个哈，还是活的，快，大墨鱼我们家船上自己捕捞的，3-4斤重啊，来下锅煮它。我老公说了啊，这个视频有2000个红心，明天给我整个20斤的帝王蟹。哎呀，老想吃了，哎呦妈妈，加水煮它。喜欢渔民生活的给我留下个双击哈，
吃什么的，皮